哎，怎样？这个是什么什么四大天王之一红茶？哦，四大天王哦。嗯，你知道四大天王吧？我当然知道，如数家珍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刘德华。哦哦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不对，不对，大哥，不对。那我比较喜欢郭富城哎。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？ 要怎样回到从？还有歌神张学友啦！啊，怎么你等真心心，不定要。哎，怎么唱起来都长一模一样啊？而且都很像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会唱就不错，有诚意就好了。模仿吗？我傻眼。没有，只是我只是想要唱一下歌而已，你不要这样为难我。那就剩最后一个了嘛。 黎明红茶，这四大天王之一红茶，所以不是学友红茶，不是德华，不是德华，也不是富城啊。那他卖什么？是黎明红茶，而且他是花莲四大红三大红茶之一。我跟你讲，他还有那个小西点台式马卡龙，哇，好赞哦！真的这么赞啊？这么赞啊？黎明，你知不知道他怎么唱什么歌？你会不会来？不是，那个吧？谁说呼吸不说话，只有爱情在闪亮？哎呦！ 连黎明的嗨歌神曲《呼吸不说谎》都会哦，看来小姐姐以前也是有在 KTV 混过的呢。这间在地人才会喝的花莲三大红茶之一，不是德华，不是学友，也不是富城。老板娘遵循古法制作古早味红茶，一卖就是50年。赶快来看看这50年的好味道究竟有多厉害呀！花莲人的热情啊！ 我知道，就是会这样摆满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为什么要刻意大声？因为刚好旁边在修路，在施工，他们没有办法停下来，所以我们不要耽误到大家啦。稍微大声一点点，然后让你们听得清楚一点点。OK， 摄影师也听得很清楚。对，我尽量这样遮住那个噪音。OK， 花莲有三大，那这是其中一大，四大天王，三巨头之一，而且听说这一家就是在地人特别爱来。 在地人比较爱啦，对，因为好像维持这个样貌已经长达50年了。50年，50年，30年是那个招牌还没换，对，它大概已经50年了，50几年了。然后都是这个样貌，而且卖的东西有上百种，然后什么都有卖，什么都不奇怪。有豌豆冰啊，也有乌龙面啊，你从早餐可以一直吃到晚餐。哦，好方便，这种店超棒。但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他们的红茶，来，先来品尝，你先。哦，啊，好解渴。 而且，我觉得不是重甜型的。我觉得这家是我喝到就是几家有名红茶店的比较不甜的那家，不甜的，真的，是有茶香的。茶香很重，对，算重的。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是甜的人跟我一样，你当然还是觉得它是甜的。可是它的甜味没有想象中那么重。它的茶叶的叶香蛮重的，尤其尾巴的地方。对。然后，可是它不会让你涩，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啊，这不是杯子，杯子基本上。 算是透明的，它的茶刚刚我们摄影师开玩笑说，拎导游啊，因为它的茶颜色很深，但代表用茶叶泡的，对，泡得很深，煮得很久。摄影哥哥真是深得我心啊！你不说我还真以为这杯是酱油呢。不过这色泽会如此深厚，也是因为老板娘使用鹤冈茶叶遵循古法，泡得够深，煮得够久，茶香才会如此浓郁，喝起来相当顺口又解渴，难怪深受在地人喜爱，有口皆碑啊！ 不过除了凉凉的红茶之外，想来点暖乎乎的，就千万别错过这一位哦。你比较想要喝热汤的，他也有甜汤的，我真的推荐花生汤的热的花生汤，因为我好爱花生哦。可以确认一件事，这一家真的它不是走甜路线的，对，嗯，它花生汤也不是，它花生汤就知道它自己的那个花生啊，跟汤是。 完全自己煮的，嗯，它把那个煮的啊，外面花生颗粒外面是棉的，但里面还是有一点点口感在。你看起来这花生好像是完整的，你一含下去，它又含的就可以。嗯，然后它花生汤真的是已经煮到整个汤都是那个浓浓的花生味，真的是很棒。而且这个花生汤，我说真的，你可以不用汤匙。 我觉得它有吸管吸都吸得起来，用那个粗吸管，没错没错，或是你装一杯，你直接就这样，因为它很绵呐，它不用嚼，你知道？它那种微甜的汤头啊，温热温热，吃起来，因为我有点感冒，喝了之后很舒服，喝了之后怎么样？所以没有跟你共喝啊？怎样？感冒怎么今天不换人呢？
别担心，有我在。咦，这开场白怎么有点熟悉啊？千万别忘了我啊！头就会感冒了，不就是我篡位的绝佳时机吗？嘿嘿，人家说感冒时喝甜的都会卡喉咙，但这熬煮到恰到好处的花生汤，三分的甜度，顺口不卡喉，真的是可以买一杯给它暴风吸入啦！这个我绝对不能错过，小心一点。不可能错过你。那紧张真是有够奇怪，我不奇怪。为什么要突然唱20年前王力宏的歌啦？它一样有原味、草莓，然后咖啡，然后咖啡是网友叫我们必吃必吃啊。它三个都很好吃，但是他觉得咖啡的口很棒。这咖啡我一把塑胶袋打开，它的咖啡像很香，对不对？你先，好，我先。我跟你讲，它那个咖啡好香，在那个面包里面这样子，味道一直串来串去。真的超香的，而且外皮又酥，全部都是咖啡的味道。里面那个内馅呢，反而我觉得还没那么甜。对对对，它最甜的反而是外面那两，外面的咖啡面包。三合一咖啡就是这样、啊。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它真的很香。好吃啊！而且我刚好在想一个吃法，如果这个加红茶是咖啡红茶，对啊，是要这样沾。你可以沾看。沾看。它很快就吸满了耶。对。哦。我吃了这个，再加这个。红茶不是我们更爱的，因为就变无糖嘞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哦，因为这个比较甜，嗯，你喝这个之后好清爽哦。对对对，觉得这个你沾它的话，它的面包因为比较蓬松，它很容易就吸那个汁，所以那个口感会比较变得比较太散，太散了，太散，太散。所以我觉得还是一口这个，一口这个。哎，脚本里没有这一段哦，你们怎么给人家天外飞来一笔这种吃法啦？但是看你们这样吃好像不错呢，下次我也要这样沾来吃吃看。这一打开咖啡味就炸裂出来的小西点，酥酥脆脆的外衣，加上里面清爽不腻口的奶油，这样一口红茶一口点心，下午茶这样吃真的是奇摩之意。那你林宅里竟然有卖抹吉，真的假的那么稀奇？还有这间在地人狂推进出花莲都要来一碗的虱目鱼肚汤，千万别走开，我们马上回来吃。